你有又如何呀？林凡，你少在这哗众取宠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质疑？徐傲宇，今天只要我不同意，这达万集团你就拿不走。我可以理解为你这句话是在质疑副总大人吗？以权谋私，颠倒黑白这条罪状，我质疑他都是轻的。大胆林凡，你可真按大夏律法得罪本官，那是什么罪过吗？李大人，那你可知道按照大夏体律，像你这样的贪官污吏又是何等的罪责？审判我，我位极人权大权在握，没人能审判我。还想走？这几个畜生怎么处置？罪犯林凡污蔑本官，煽动民变，就地正法。遵命。都看好了，在这江东敢惹我干爹李刚的下人，就是这样。姓李的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在江东这，我就是天，能让我后悔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拿下！等一等。